相亲呢？以前听说过奇葩相亲，没想到今天真见识到了。贵就别在这里吃，点一份，连杯水都不给人家点。得亏这姑娘能忍受得了，要是我早受不了了。哎，快去快去！你真的什么都不吃啊？还有我说多少遍了？你这样子会让别人觉得我是在虐待你一样。你非要让我做个样子，也可以。要不然你喝点水吧，啊？好啊。尝尝吧，喜欢喝哪个？笑点亮了色彩，牵起你的手就不会再分开。You are a wonderful surprise, surprise。拥抱着你，也拥抱着未来。有你在我的怀里，静静等待，每次。重新来过的心情恢复了吗？人总得有人的活法。